外面，他要介绍甲咱良心的班主啊，吼，咱进来看一下咱的班主。啊，你会看到讲，伊外面的班主啊，吼，甲咱的相片拢会重叠，这就是代表咱拢是串联的道路，咱不是自己人办，自己人来社会的办的，叫做共办团队。吼，所以各位亲戚，你会看到一寡相片重叠做正常，有爱感觉内容很像，代表你这个团队变团，甲团队变团。但讲我会在一礼拜的拜六的英语班给大家，然后哈，有我们的那个，那那老师你要有谁？亚婷你。喝酒馆啦，吼。